干嘛？等一下，好了，走。哦，等待一下，经常找密码锁会。要回去喊了。回头找找提示吧。可以先喊吗？喊什么？求救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里是什么 ？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I S D N O P Q I S T U V W X Y D 英文考题。回去找找求救。你有看到什么？说不定以前，啊、说不定上面的地方又有那个机关开启怎样的吧？嗯。电梯打人事件。出去啦！电梯关门了，电梯关门了，不放人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走开，走开！你刚刚按呼叫，我刚是按成呼叫吗？对吧？啊，等一下，你后面一点，你后退，你后退。哎、欸，好，让我按。你有点按太快。哎、欸，你后退啦，你后退。哦，你当然退啊。好啊，你出去，你出去。出去啊！哪出了去？呼呼。提醒我等等要去丢更多游戏赛。安安，好好好，是英文哦，我知道、哦。跟牛有关系？哎、欸，会不会是那个妈妈？哦，哎、欸，对，哎，你难得有用哎。有什么？啊？好，我去打看看，等我一下。你确定是 mushroom？ Mushroom， 烤烤烤，太长了吧？哎、欸，哎哎哎，刚门开的是哪一个、啊？哦，那边哦。这个太长了吧？可以啦，我 OK 的。A B C D。我不觉得应该不是直接打上去吧？就不是直接按下去，我就有点长啊。没关系啊，他这边 A 到 Z 都有啊。可是那么有重复吗？没有啊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哦有重复哎、欸。就想唱，我想回去看看他怎么拼的。哦、oh, 好 ，M U S H R O O M C O W， 不要，啊？哎、欸，真的，好没救了，真的是 mushroom， 没救了 ，M 也重复了，然后 C O W 又重复了，所以是只要这些有就按下去就对了，也是。嗯，没有反应啊！好像跟一头诡异的牛有关，那一头诡异的牛。嗯，站离！你要干嘛、啊？谁杀？谁杀？你怀疑哦？啊，你就放我一个人在这边解哦。哦，我就扔到洗衣机而已哦。哦，好了好了。你有拿一件一件拿洗衣板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拿一个棒子在那边敲，对啊，对吧？啊，还是说 OO 就这样子拉，然后 mushroom， 然后是不是我打错？W， 我有强大的观众，别怕。好，那把那个有的都拉下来。Mushroom 啊，也有了吗？然后 C O W， 对啊。妈，这个不对啊，不是这个、啊。为什么啊？有点难想象，就是。我可以请鱼竿心理医生来给我一点心理建设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鱼竿地图制作师啊，鱼竿心理医师啊。妈，三个字，不会就只有靠而已吧？
嗯，哦，他这是他翻书的声音哦。嗯，好，哇，现在燃烧体脂肪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mushroom，好 ，m， 哎 ，m 是在这里吧 ？mushroom， 好，哎呀，干嘛、啊？理我？理你啊？发生什么事？没有什么事啊。怎么？我发现今天整个是死很惨的一个状态。嗯，大家已经不受控制了，唉。欸 ，mushroom 靠打下去还是不对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它字母有重复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呢、欸。没重复，就重复的它是打一个而已。啊？重复的还是只用一个嘞？就不行了。为什么牛要叫靠？严格来讲，牛是 ox， 乳牛才是靠。哎靠！人家英文又不能翻，直接翻到中文来用。嗯，丢好快，衣服洗好。Mushroom, M U S H R O O M C O。我说那什么鬼啊？哈哈哈！台湾呐，台湾呐 ，Chinese， 台湾不是中国啦，听好不？有点好笑。一股尖锐失控嘛，应该是不会。理我。Mushroom cow。我知道不理我。刚只有打靠，那如果只有打 mushroom 呢？把靠收回来看看。不行啊！欸，你是有吹到无啊？我在想把话啊。我用等一下，我问你。嘿、hey. ，那个提示写什么？什么跟我，什么牛什么的？你在攻啥啦？就是你去看蘑菇牛那边的提示。一款游戏里面有个动有就有这种动物英文名称 ，Minecraft。对，我在想会不会是 Minecraft。M I N E C。R A F T， 嘣，有吗？拉完了、啊，毫无反应。就是有反应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Minecraft， 我玩的一款游戏。回去看看。好，你去看。我还绕远路。对啊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再全部拉起来，再拉一次。全部拉一次，拉起来。好。M I N C E R A F T。M I 什么 ？M I N M I N E C R E C R A F T A F T 没有反应啊？去哪看？有反应吗 ？Minecraft。嗯？我看看。我好像玩过一款游戏，里面就有这动物名字，里面就有这种动物，英文名字很特别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什么啊？我好像玩过一款游戏，里面就有这种动物，英文名字很特别。
是安娜啦，你在跟牛沟通哦。这满地的什么粘液，好像在哪里的女厕看过，总觉得是不祥的东西。这是什么生物？从来没看过。还有一头诡异的牛。我好像玩过一款游戏，里面就有这种动物，英文名字很特别，叫做什么呢 ？On the Minecraft。安娜，可不可以换给你啊？哥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边写什么。法师卡套。原来 Lucifer 是阿轩哦。买碗蝉耳吃水饺啊，真好。咬咳嗽都会吓到我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最近比较感冒啊 ，sorry。个塞啊，个塞啊，这怎么回事 ？Mushroom 应该不是 Mushroom 吧？对啊，是 Mushroom 吗？不是吧，蘑菇是 Mushroom 吧？对啊，过来 Minecraft 靠 ，Minecraft 靠，不对，有重复。对啊。我不想理你们了，我现在快累死了。我们俩。龙哥呢？姚娜好像已经有给你重复的英文字母了。A B C D E F G H。没有啊，好，你们说的 mushroom m， 最吉祥讲 m o o， 那那个 red 都可以变 orange 了 ，s h， 然后 r o o m 嘛 ，r o o 在那边，然后 m 也有了，然后 c， 刚 c 放回去。哪里、啊、What the f 真的是母怎啦，我们要好好找他谈一谈。一股刺鼻的腐肉味侵入我的嗅觉，看来是一股我好想你，一股二连击，才二连击，你怕什么、哦、一股刺鼻的腐肉味侵入我的嗅觉，看来处理厂就是丢弃尸体的地方。研究室也难道说了什么，下去看看吧。欸、我是不是要丢弃一个神？我在这边比较好。丢弃什么？这边是那个。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有生牛肉？我刚刚去拿回来的。哦，对，哦，对哦，最后一个成就，人有一片生牛肉。真的假的？没有，那是 Lucy 讲的。堆积如山的尸体让人作呕，斑斑的血迹有些看起来还很新。有一张被揉皱的纸条，自己看。啊？自己看。等下看不太到。有张被揉皱的纸条，勇敢的降落吧。什么？有畏惧的心灵。哦，看不懂了，算了，反正就是要我们跳下去就对了。你管好啊！不，我被连没。等。给我。给你。就一罐嘞。先不要试试看看，先跳下去看看。你跳，你跳。这个交给你了。好，你跳。你跳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没事啊，不用喝啊。不用喝。走。哦，秀哦，没事啊，不用喝啊。还我。哪一个？生牛肉吗？不然你吗？我还活着，看来这下面被人动过什么手脚。趁这时候，赶快一鼓作气离开这里，得加快脚步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是加快脚步了，没错。有鬼！哈哈哈，有鬼！你用有的、啊，我用走的、啊。骗人的，骗人的。
所以是一下四周哈。好，你既然都没看到，那我应该也不会有看到什么才对了。对，那我回去。好，你回去。啊！让你找。What the fuck？ 这里是什么？坏了。有人上来了，太好了！即将接近爆破时间，我们到后面的防空洞先躲起来再说吧。可以不要吗？防空洞在哪里？找啊！如果有人打死你，就会 Google 他们是不是脏话？流着口水看着我身上的伤口，呢？他写什么？这根本就是猪。啊，这里写什么？就是这里，快掉进去，等一下就要爆炸了。等，干嘛干嘛干嘛？等一下给他爆，我们再看看。好好好，怎样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是探索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。有你吗？啪！嗷！好了，进去吧。进去啊！进去啊！哎，啊，他写什么？下去啦，快了。哇 ！What the hell？ 活的、啊，真的爆破了！哎呦，你看变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那边太可疑了，神秘通道。在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还神秘通道嘞！不行，再逃出去了，回去不能看。那等下过去了。好好好，回去那个洞里面看吗？好，他们说有剑。好，等下再找，等下再找。我在洞里面看画。这个洞是什么？剧情你看起来很正常，原来是被丢进火山，幸运生存下来的。我是五年前从实验室跑出来的研究员，因为实验太长，我实在做不下去。没想到要我离开的时候，竟然把我赶尽杀绝，就逃到这里来了。爆炸声，那是因为十年前他们发现失败作品没有顺利死亡，为了担心秘密实验被村民发现，也为了抓到更多实验的白老鼠，就利用爆破造成山洪，一方面逃跑的失败品铲除干净，一方面直接抓走被冲走的村民。然后嘞，这边写什么？爆破结束了，去山壁看看吧。我开了条山洞，为了送走还能正常生活的实验品失败品，但目前不是死掉就是变成怪物了。外面那些就是，哎，走啊！哦，不要用我啦！不要用你，到底想怎么样？嘟嘟，这里哦。山洞，这里就可以出去，赶快逃到这个地方吧。走喽！啊，他写什么？为避免影响成就，请将沿路捡到的泥土、红石等残骸丢弃到左方岩浆。泥土哦，丢掉。你不要一直推我啦！吼、哦，一点五点二真是有够可怕，人还不能叠在一起。1.2.5。啊，对，1.2.5。这里写什么？哎，船。这里应该就是那位研究员设置的水道了，这刚好有一艘船，赶紧搭着它离开吧，得小心别撞到了，会坏掉的。好啦，我知道剑没拿，等一下啦。我回去拿吗？等一下啊。这里。等一下，等多久？你有船，你不坐？哦，对哦，我有船。好，走回去找剑。找剑喽！可是怎么找得到啊？东西不是都被炸掉了吗？哎，这你又知道炸到什么去了？你又知道剑在哪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剑在哪。怎么办？要求救吗？还问一下剑在哪个区块？不用啊，你就看被炸掉的那边，看一下哪里有就好了。没错，在上面，说明在下面呢。真的吗？金枪球是对亚洲人有贬义的意思。有蛋嘞、欸？怎样？有蛋。啊哈！我点了个蛋呢。哦，恭喜你啊！结果没拿到剑呢。矿车有何用处？阿塞。他们很坚持我们要把所有东西找到呢。那怎么办？我就不知道在哪啊。没有被炸掉吧？
可是不知道在哪里。剩下那个大约区块啊。你在哪里找啊？是我已经有地方不能回去了，就那个水那个地方是回不去了。嘿，啊还有嘞？就没了，没看到。没看到。至少我没看到。那怎么办？回不去了。瑞凡，石头墙壁看看，厕所有个铁轨的样子。为什么今天为什么一直ban人？那就要问你们为什么要一直违规喽 ？M 后面的墙壁哪里啊？哪里？看到没有？石壁有个按钮，哪一个石壁啊？你们说最后这边哦？我看到按钮了，呢？所以我刚走过的地方有按钮喽。坐船屁啊！啊，撞掉了，拜。没有啊，这里是最后啦。可是哪里啊？出口右边。出口右边有按钮，好，你去看。鬼池有按钮，你们到处都有按钮，这么厉害。跑过去看看，等一下为什么不能跑？是我太胖了吗？水池旁边，哎、欸，Diamond Sword。你刚是白，所以对吧？哪里？我要看。你要看？我都不讲哦。我让你走快一点。剩三个哦。这里啊，这里，你按下去看还会不会有一把？应该不会了啦。不知道从哪里弹出来的。Diamond Sword， 好，恭喜，这游戏可以完美结束了。这个也可以把它舔。对啊，头啊，可我们真的拖太久了啦。头好痛。啊？呼呼。头好痛。我觉得有点痛。好难过。哎，看一下吧，当地人哪里有什么实验室？那里哪有什么实验室？之前新闻就爆料过了，但政府已经澄清没有。当地人，你伤得不轻啊，先去医院吧。是连头壳都伤到了吗？真可怜啊。那右边。啊？哦，右边朋友的家人，嗯，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？什么被猛兽攻击去世了？呜呜，阿杰，阿杰，我叫做阿杰，他们都叫我杰哥啊，杰哥好。那个我常常帮助一些俏家的人哦。剧情。小船滑了很久，终于见到陆地与建筑物，向当地人说明那些事情，却没有人相信我。最后平安回国了，却不知如何跟朋友的家人交代，只能说出了意外，被野兽攻击，只有我逃出来。而这个秘密不知道会被隐藏多久。End。恭喜你破关喽！非常感谢你的游玩。如果有任何的 bug， 请不吝留言告知我哟。成就：坚强的意志，获得钻石装一套加钻石剑一把，太好了。钻石还不够。获得一颗钻石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，都有。地图制作鱼竿 Annie 72127。拍照区，留下您的大名，按两下 F5， 再按一次 F2。隐藏成就，勇敢的心灵，仍有抗火性药水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成就全解完嘞、欸。你要拍照吗？你要拍照传给鱼竿看吗？你要拍吗？好，我拍。你过来啦，你过来跟我在一起啦，快啦！好，算了，我就这样拍。三，我看我在那边转圈圈哦。不会，你跟我面对面，嘿，好，三二，不是啊，你跟我站同一面啦。哦，不要再打我，好不容易站好，你知道这个视角很难瞧呢。我要不要看你要干嘛？啊，你在啊，真的很难瞧。你不要动我，我已经站好了，你不要动我。好 ，OK， 好，三。看镜头啦，往前看，你不好，好，我要拍了，三、二，好，我拍了，有人念呢、欸，
雷梦安安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实况差不多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啦，大家拜拜，我们下一次的实况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拜。